吧。那上面那一块楼顶楼，你看下面电源就全都放齐了，再高一点。就必须靠顶是吧？靠顶对，靠顶也可以，好一点。但是它的微声音长是吧？对，很重，很重的是个主声。这人为什么开那么多？一个内门一个反门，然后它这个一个反门，然后正门，全是蹭声多，我们那里面哪里，哪边面也好，那个现在都是。然后等一下，咱下去，然后先这个天空卫星，整体计算，然后天空计算没有什么地方定位，然后显然有0203，然后构成自动旋转，这个自动旋转要求是30吧，设置30，然后点击 OK， 然后点击任务，然后再设置这个雕刻天空卫星，整体计算，然后什么天空计算是什么。雕刻用那个一是黄色嘛，用黄色的材质去雕刻，然后天空显间距0103，然后自动旋转焦距45，然后点击任务，然后黑色刚是设置是清扫，然后设置的速度快点，功率是230，点击任务，然后再点黄色雕刻，然后功率可以大点，然后。速度慢了1000了，然后再变慢了。